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框眼镜，我是冰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空洞骑士，已经有好几集没有打王的我们，这次一定要打几只给大家看啦。那么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千万要按下喜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那么，进广告。那有点孬，但是感觉就不是我们现在能战胜的，就放弃吧。哎，我就知道这里不讲。来，咬我！咬完之后就是你的末日。哦，那边有个新的东西，啊，铁栅栏，往往从上面开。说吧，很会死掉吧？不会再骗你们的。去往前走，不怕艰难，不怕困苦。哎，我们那里是不是走过完全？啊，似乎是这样。那个上面呢？右边的上面。哦，这个是那个。这里还有上去的地方哦，下面打完网可以，那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绕过那个网，不打它吗？啊！不去啊！有打到他，但是又死掉了。我觉得我遇到瓶颈了，先把那个灵魂要回来。地图的道具有可能稍微重要一点。啊，八分拿的。那我们还有剩三个可以，那我们就全买吧。啊，这样还可以有新东西吗？不然我们卖一些新货。啊，八分拿的。还想要更多道具？你已经买了这么多，真是不巧，我们所有能拿来卖的东西都被你卖完了。科尼法一定很高兴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花这些机油。那你不知道怎么花，你可以免费给我，真的。哦，但辅助弹我们也许可以买一颗，那能干嘛？
然后再买一下那个电音外壳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叙述锁，看一下那些东西呢，不宜使用。那它可以干嘛？它可以插进凹槽，不知道这个城市武将可以插哪里。然后护符的话，我们一个这个，我们现在装的是，它会告诉我们位置，还有它会告诉我们，它会捕捉一些更多的灵魂，就不用收集那么多。那假如我们那么容易死的话，可以保存。当从伤害中恢复，延长持有者保存不受伤害的时间。这应该就是你伤害挂掉之后，不算挂掉，就是被碰到，然后不是会变成灵体，然后会有一段无敌，应该是延长那一段无敌效果，真可爱。你看我们打王尸体还在这呢。先回个血，然后上去找这个人麻烦。哦，我们被找麻烦了。这样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赚，好像没有。这是这有，哎呀！哎，我怎么那么傻？哎，他可以撞开。我们要利用它去打那个哎、欸，不然我们一辈子都上不去哎、欸，这好酷哦、喔！哇，还是如果我们没有发没有不是这场意外的话，我们说不定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这里可以上来。哇，这里好多钱啊！可是我们过不去啊，就是想吃却吃不到，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。上去，下面有点声音了，有点想去看看是谁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吃不到。好了，成功开启。那我们先走这边这条吧，又是一个黑不拉几的地方。再往前，至少还可以听声音。我觉得好多是好多是马声哦，因为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声音，很多很多脚步声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启动这个。东西，也许之后再来吧，也许现在还不是我们可以来的时候。迟早会被围殴死的，那一定会被围殴死的。我们先跑好了。
让我们生太多小资的出来。哦，我还真的没有打碎它过哎。这边有机会有什么新东西咯？那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吧。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这是什么？这过不去啊！它可以爬墙跳吗？我们试一试，不行，好吧，就这里显然我们也不能过去，那我们就只能回去打那只网了。那我们可能要找个方法把那只网杀掉。哦，阵亡。好，大概有谱要怎么打了，感觉还行。刚刚有用手敲了他几下，但是不知道他血多少，这样敲感觉我血不太够。哦，我快不行了。哎，哦，太过分了！我觉得我会在这里卡很久很久很久。来，灵魂啊！就这样吧。哎，你不能再一直过来啊！有多打到几下？欸，他也会假动作欸。欸，他攻击范围好远。我又剩一条命了，又死掉了。
我们刚刚找到一个诀窍，就是当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很想，他就会停下来。打赢了，打赢了，各位大妈们，我打赢了，我鞭尸。哦，他根本不是要拉远打，他其实拉近打就可以了。你只要静静的等他出招，然后稍微躲一下，往前拉，往后退一下，然后再就可以往前打了。哦，那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了，抓到知道怎么打就好了。就是他防御之后，他一定会出招。所以等他出招的时候再打他就好，就稍微闪一下就可以打了。哦，真的是齁，烦恼这么久。哦，打了这么久，终于打死他了。不过其实我中间还剪了许多段掉。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一下喜欢，也别忘记订阅哦。我是黑框眼镜的冰恋，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